同学们，长大以后你们都想当什么呀？想当体育老师。哦，原来光头喜欢运动，怪不得经常见你吊双杠呢。体育课经常被其他老师占，所以体育老师不用上课就有工资拿，太爽了。眼镜，你呢？我想当个修理工。修理工？想不到眼镜对修东西感兴趣呢。不是，我只是想把教室里的吊扇修稳固，不然每天看到风扇在头上一晃一晃的，总觉得它要掉下来。小屁，你不用说了，你成天都玩，你是不是想当一个职业玩家？我想好好当个医生。医生救死扶伤，很伟大，大家都要向小品学习。不是，我只是想吃好吃的阿姨的手抖，每次阿姨打菜的时候，那手里的肉看着有食怪，但我玩力就只有青春了。